哇，期待已久的 PS5 终于拿到手了。我们现在呢，来转移一下。听说转移之后就不能再回去 PS4 了。回去的话，等于要重新创脚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即将转移，在上一代主机永久移除哦。转了，犹豫什么？为了那五台新车啊。等一下啊，我现在角色应该是这个吧？进行线上模式。它这个 PS5 安装的时候，它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 PS4 跟 PS5。PS5 是白色的那个 logo。那我刚才玩的时候是用 PS4 的，所以进去的时候没有新车，所以我现在重新装了 PS5 之后，就有那个转移的这个画面出来了。所以我之后那台 PS4 呢，就准备要。售出了，终于，超期待！我们看看有没有新车啊、喔。然后再来就是我发现，就是台湾卖的 PS5 都是有黄牛价，人家卖15000、12000的，他敢卖个30000块，这太扯了。我后来发现啊，我这台PS5 呢，是我托我国外的亲戚带回来的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啊、喔，我们直接买新车啦。那个这台是白色的嘛，爱思创改装款。好了，我们直接放我们的斗技场2楼好了。好了，再来我们的龙卷风，黄色的，黄色的，黄色的。好了，再来是我们的，我看到 PS5 限定的上面会显示这个有没有 PS5。细数 PS5 这两台车，这台卡林 S95， 再是 GT86 对不对？我们先选蓝色，跟它颜色一样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先盖掉一台，这台好了。GT 这台不错哦。换掉哪一台？哦，这个蒙牛 STX 好了。OK， 这是先用预录的方式，因为我怕避免。哎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武装版它在这里啊，在这里第五台武装的伊格纳斯哦。这个买下去之后会在哪里？一样是在斗技场，对不对？那我换掉哪一台？密探、奇诺、古茂田、爱思创、是密探好了。Oh my god！ 哇，期待已久啊 ！PS5 才有的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涂装好了，直接跳过。看一下涂装什么线条啊？哎呦，意大利三色条纹啊，这是什么？汽油条纹什么？哦，它是好像是牌子。OK， 哦，这黄色的，这也蛮好看的。哦，这是蛮给力的哦，这还不错。哦，它上面有机枪啊！我现在看到，我上次有改过一台车是这样子，就是它这个涂装的。我这次换一个吧，换一个，而且这个颜色也 OK 啊，这颜色好了。哦，这个颜色给它换一下，换个亮一点的，白钢。金属色，所以我的法师刚还没，我要赢一场拉力赛才可以解锁，那我就换个颜色。
我发现 PS5 的这个车库改装也蛮亮的耶，我不知道为什么 PS4 看起来好暗呢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我觉得黄色蓝色这个 OK 耶，这个好先这样子，然后副色调我看一下比较，它会在哪里啊？我看起来像前面的条纹颜色不同，后面不一样。不能改，这个好了，看一下，保险杆有什么？箭头保险杆。反制系统是飞弹锁定干扰器哦，外观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啊。引擎的话，哦哦哦，它是增加第二排加速哎。哦，改过之后它踩下去油门，真的感觉不同哦。看排距感有什么不同颜色哦？我觉得刚才那个很好哎。看下引擎盖啊，引擎盖是多了一些排气孔。哦，这个帅！哦，哎，这也 OK 啊。就原版的就很好看了，改一下好了。车灯，哦，看起来好凶哦。等一下啊，霓虹套件我不改它。社群有什么 GT 的？看不太出来有什么不同，就大概随便选一个。来了，我们的老流板，这个老流板好小哦。它没有比较大块一点的吗？分开了。好了，这个啦。炫耀系统是。哦，这冲比较快的意思。变速箱，哇、哦，它直接加第二排。哦，赞！哇哈哈！车轮类型，我想用原厂的，可惜就是不能改颜色啊。烧胎烟雾用黄色好了。好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上车。上车啊！哎、欸，掉线是不是啊？可以啊，掉线至少不会被人家乱哦。啊，又是晚上哦。对，在集合其他玩家造成，为什么要出这个啦？不过它、欸、加速很快耶，哦，看看它怎么用这个。我、哦、前面有人呢，等下不要打会不会？我们绕开啦，不想跟他打，今天试车哦，我、哦、的感觉不同哎，现在车比较
较厚实的感觉啊。哦，里面蛮安静的哦。火神机枪啊，我们要试一下新车的武器好了。来，等一下啊，这边车灯跟大灯。好，然后火神机枪只有前面。哦，超过就不能射了，它只能射前面的目标而已啊。加速很快耶，哇塞！哎呦，好凶狠！这台车好啊，马上变新车有没有？无论车就的多仿，刻意的模仿只会坏了分身。我出点平常经营的形象，黑都变成粉灯。我天赋怎么个特殊？轻浮记录行进，接了 flow， 记录了艺术的清楚的密度，还记得我跟你差距多。位置还没站得稳，被新手 rapper 干得狠，除了点其他都不会说，别人被他玩得真，他先不记得我，先不记住，帮你换三个粉。